就是沙漠里面，就是我觉得去沙漠，因为我是个悲观主义者，朋友啊，我觉得去沙漠玩就很容易危险，然后危险怎么办呢？先生，我问你啊，我们是朋友吗？啊，是，嗯。就是我记住了。作为朋友，就是我觉得就是在沙漠里面，如果危险的话，怎么办呢？你得让那个 helicopter 得让直升机看到你。所以 you need something that's different than yellow。不选这吗？哦、oh, ，Thank you。啊，为什么呢？我觉得这个东西好像，就绿色和红色好像更加的显眼一点点，所以就是我从一个就是特别实用的角度，小自由呢，来搭一个，来吧。我相信你，相信你的时尚的那个想法。我先这样就够了，对，就是他这样子，就是一个就是你看，防尘、防沙子、防 you can like 防护 protect yourself from 沙子。沙子是沙子 is like sand. You can protect yourself from sand. What about 我的脸呢？你的脸啊，谢谢你。嗯，这是 like you choose it.You said it, but actually, 就是我们还是不要太过分了，不一定真的逼着他戴上。就是我把这个东西放在这里，让大家想象一下，挺好看吧？我觉得。对，就是这样，大概就这样子。然后这里有我的眼睛。对，眼睛、鼻子、嘴巴，还有腮红。